是的，开启我们电影篇章的表彰。我们首先要为大家来揭晓的是我们的腾讯娱乐星指数年度电影演员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。首先我们要恭喜的是李现以 91.13 分的高分获得了我们的星指数年度电影演员的一个荣誉。那么李现呢，因为档期的原因，所以没有办法来到现场来领取属于他的荣誉，所以我们特意录制了一段 VCR 来表示感谢。来，一起看一下大屏幕。腾讯新闻的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演员李现，2021步履未停，希望我的新作品可以尽快和大家见面，让我们一起不忘初心，坚持热爱。谢谢李现，也要恭喜他。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揭晓荣誉。我们